选择英雄。 TB在搞啊！别玩天使好不好？人家就会绕侧线的东西。TB懂看到这个？怎么看都是个那个，是不是？TB 听起来像是什么赛号的英雄？不知道 TB 听起来像是手拿 LV 哦，嘴喊什么？觉得很厉害。<笑>哇，呆呆杀人了，这是！我的天，还没就去杀人了。 我看到，找到谁？在翻过来。你跟台妹就去排、欸、那个打底的。台妹就去。我不知道啊，但打二 BCT 啊，名字叫台妹就去啊，我知道。没有啦，张瑞明啊。哇！哇，张瑞明，这不是这锁了，这锁了。 哇，鸡巴脸，鸡巴脸不抠队友哎，一个人打两个，在虐狗是不是啊？就是虐狗卡。就是对，哎、欸，那个那边那个物质，这边那个物质输出很紧的。啊，说的。三小、啊，你被秒了。嗯。你这只宗师啊？上一局的另外一只宗师，对不对？啊 ，RO8T打就白痴，你这样子玩根本在那搞啊！我怎样？还以为是自己爽。我在做事啊，我在做事。